据媒体报道 ，YG 杨贤硕代表13日在个人 SNS 公开了 Winner 成员宋明浩 MV 拍摄现场的视频，并表示宋明浩首张 solo 专辑 MV 正在拍摄中 ，coming soon。此前七月，杨贤硕也曾通过 SNS 透露宋明浩专辑录音工作完成，粉丝们纷纷表示十分期待宋明浩的首张 solo 专辑。出道至今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专注于自己的事业，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，不负大家所望。